这个帽子呢，相当于是这样，我们以前那个部落之间不是打仗吗？相当于一个战帽。这个后面，后面这个是相当于挡箭，人家过来射箭的时候挡的。这个是用刀砍的时候挡的一个战，相当于一个战帽。嗯。然后就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不是以前不是带刀吗？相当于带一个长刀，到我现在那挂在墙里面也有一个。这个熊样是这样，以前罗巴族里面最富的就是带那个虎牙的。老虎牙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豹子，因为现在都那些东西都找不到了，现在这个也是老的一些东西，只能带用这个来代替的，这也是象征一个地位和身份的一个标志。这个衣服的话是这样，咱们那个这个衣服是山羊毛制成的，相当于一个鱼，这个特别能防雨。要带以前这个贝壳的话，相当财政那个展示自己的财富，相当现在的话可能已经很普遍了。现在是以前是这样，一个贝壳算是一头牦牛，